在这一边，它这一个 diagram show rectangle ABCD，然后 AB 的 equation 是 y 等于 2x 加3，然后它要你找 CD 的 equation。OK，我们要知道呢，它是 rectangle。OK，它这边它告诉你它是一个正方形，正方形这边跟这边平行，这边跟这边平行。这一边跟它垂直，四边都垂直，所以在这一边我有 y 等于 mx 加 c 的时候，这个是它的 m 会是等于2，所以我的 ab 跟 cd 的 gradient 会是一样的。OK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要的是 equation of cd 哈，所以我的 gradient of cd 会等于 gradient of ab 等于2，所以它经过的点是 C 六五，所以我就有 y 减五等于2，x 减六，所以它就变成 2x，然后2x 减12加五，所以 y 等于 2x 减七，y 等于 2x 减七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，y 等于 2x 减七，对，好，哎呦，这边等下啦。这边，反正去上面这边放着。OK，好，A 的部分解决了。B 的部分呢，它要找 equation of AD。equation of AD 的话呢，我们知道我的 gradient of AD 会是等于 negative 一个 gradient of AB，所以我的 gradient of AB 是2咯，减一个2，然后它经过的是 A 减一。所以我就有 y 减 e 等于减120 x 加 e 减120 x 减120加 e y，所以 y 等于减120 x 加120，所以我的答案是 y 等于减120 x 加120。OK，接着他要找 coordinate of d，你看啊，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这一个其实是 AD 的 equation。AD 的 equation 是这一条，就 y 等于减120x 加120，然后 AC 的 equation 刚刚我找到的是这一个，这个是 AC 的，这个是 CD 的，这个是 CD 的，CD 是 y 等于 2x 减 t，所以这一边我有 equation one，equation two，然后我就 sub 我的 equation one into 我的 equation two，我就有2x 减7等于减 120x 加120，好，乘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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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这边就越，然后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4x 减14减 x 加1，我搬过来我就有 5x 等于15，我的 x 等于3，然后我 sub 我的 x 等于3 into 我的 equation one。我拿到我 y 是等于 2x 减 7，y 等于23减7等于减 1，所以它的 d 是3逗号减 1，3减 1，OK，所以我拿到答案是3逗号减 1。然后接着呢，在这一边我的 ABCD，它要你找 rectangle ABCD 的那个 area，OK。我在这边我不懂 B 的 coordinate，这一题它有很多种做法。真正的高手呢，他知道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 ACD 的 area 是整个的一半，所以我在这一边呢，我的 grade area of 三角形 ACD 呢，它是120 modulus 逆时钟，所以65，然后3减1。减一，再回到六五，OK，这样，这个是我的第一的部分，然后在这一边呢，我就下，然后上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了二分之一 modulus 减六加三减五。减15，减1减6，
我放错方向了。然后这一边我就有，我看一下啊，这一边是三，就减三减啊，我直接按计算机吧，我就有减六加三减五减十五减一减六，然后减三十，negative 三十，所以它会变成15 unit square，所以我的 area of A B C D 会是两个 area of 三角形 A C D，所以是2乘以15等于30 unit square。好，就是这样，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做法。另一种做法呢，就你要比较快的情况之下，你找出 B。你比较慢的方法，你找出 B，你想找出 B 呢？你看来这一边，你的 D 去 A 的时候，你的 D 去 A 的时候，你就向后走四，向上走二，三四二，所以我向后走四，向后走四六减四就二，然后五加二七二七这样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另一种方法我是找到这个二气，但是你的二气还有一种还有什么方法呢？就 simultaneous，总之很麻烦啦。最容易的方法就像我刚刚这样的一种方法，横上，或者是你在这一边，你看你这一边来这一边是向前走三，然后向上走六，所以你向前走三，向上走六，所以我在这边减一加三就二咯，一加六七咯，这样咯。OK，好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 area of A B C D 等于120 modulus，你就逆时啊，OK，我刚才没有逆时到二七，然后减一，然后三减一，六五再二七，然后这一个是下，然后接着再上。所以它这一边就 modulus 二加一加十五加42减加七减三加六减十，应该是60的。OK，来我们这边看一下，它就有二加一加十五加42加七减三加六减十。然后拿到的是60，对，然后它就会变成30 unit square。OK，好，这一个是另一种方法啊，但是你需要找 B 出来的方法啊。好，就是这样。